山道士姜子牙前来献宝。紫宝有何用处？翅膀一开，便可消除天气。那您这个道教的那个，名叫封神榜。封神榜。有何用处？是是，他想往外前走，你手有点往回拉他，有点，老想。拉在这个位置啊，是这个位置啊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二个点啊。后边就有点变形。名为封神榜，我父师父原始天尊之命，各持紫宝下山，力求天下不服。见到他还觉得他形象很硬，他是那个去吧，好奇这么高，此宝有何用处？这能消除天气。听见申公豹在那边出声，他是把头把装到转，你在这装回来之后，在这儿也会转身，然后向走。岂止能消除天谴？你现在是先动后装头啊？哦，我是先装再动。岂止能消除天谴？封神榜，那是女娲娘娘留下的宝物。把这话说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对你打开封神榜，世间所有的元气。都将归于大王。如何检验真假？倘若有当死之人，小人自有办法。封神榜震动，一眼一摇，死！然后他是我的剑法了。大家都得再开始松一点，再慢慢聚过来。好了，过了。